哎，琼珍姐，你的咸猪鸡摊还在卖吗？还在卖啊，但是有在考虑，因为我想我的想法也很简单啦，因为可能就是想要办退休了。哦，对，做健康的啦，正义因为啦，啊，不然就是转换跑道。OK， 来麻将大师吗？麻将大师是个好地方。OK， 跟我玉林哥一样，每天来凑桌。都有 Campbell， 来，今天缺小卫星，琼珍姐要不要打一下？打一次也会打，但是今天缺小卫星，要不要打一下？还是要想卫星要不要打一下？今天积分赛缺一个，要不要打一下？哦，玉林哥时间比我还多、哦。他都是这样，所以他这样凑着凑着凑着就有了。主赛是打了三张耶，好厉害。不过这个也表示玉林哥实力很强。没错，哦。你像郭哥也是坚持，再坚持、啊、不进再打。哎呀、啊，其实打这个牌就是一直打，累积经验了。没错，总有一天会打到的。嗯，哦、口袋深一点就好了。这个有一点点需要，这真的有点需要。没错，但是这个消费呢，是真的比外面的市局小了一点。是的、欸，哦，你俩真的卡衰哦。那刚市局一百溜溜去，对啊，你像这种打这一千底的，好了啦，你真的是打市局，我靠，你俩卡衰哦，打得不够用。对啊，不过所以打这种经济麻将好处是成本有限。嗯，哦，再来你可以增加经验，没有错，真的真的，你被击飞你也不会痛。对，哦，不会有那种很会伤感情的。那主要是你来这里也是以牌会友啦，没错，交交朋友也不错。我们这边的素质都蛮好的。嗯，老实说，哎，六桶中洞，哇，存一支，海底有吗？没有，六桶剩一支，养乐多一罐。这边边张三条，开摸一下吧。四条碰断啊，一四条碰断了三条，不错，海底没有，只看到一张，哎呦，有机会。哎，恭喜嘉威姐姐开摸啦！啊嘞，就一张，哇塞，嘉威姐姐好辛苦哦。今天真的多啦，今天、哦、这个人家有三张，你只剩一张，还是输，就是有听盘有机会、啊，再来是哎，好运站在谁那一边？真的，哎呀，哇，真的，这嘉威姐姐今天手气真的不是很好，就算你今天三个洞也摸出一个洞的，哎呀，他这个六桶是绝张哎、欸，对，拿三条还有三张，哇塞，听的还是中洞，哎呀，有没有心跳跳两下？哦。今天这个手气，我看谁来跟他打都输了。哦，他这个今天的手气太旺了，不要掉。虽然都没连庄哦，可是持续自摸、嗯，你也是抓不住。啊，那也是持续进攻。哎呀，拍个两没掉了。胡牌数以他来讲，现在是最高的。四把而已啊，可是他自摸了六把。哎、欸，对。对啊，一摸底三枪啊。是郭哥胡牌数比较高了，对，职位真的是自摸多了。嗯，